个场面厉害了，一只山猪逛大街不稀奇，一打山猪逛街可就少见喽。不但的一个接着一个，有的时候还横着走，有的时候直着走，还会变换队形，哎，完全像一支军队。在主人的带领下，十二只山猪在马路上奔跑，排列整齐，还会变换队形，不脱队，俨然像只有纪律的军队。这么难得一见的画面，让民众好奇围观。很乖，对，他家躺着，他躺着，要睡觉他就睡觉。那红绿灯他都会停吗？会，因为主人停，他都跟着停。你这么带你出来，你不要移动走不了。没走不了，我这么哪个车较紧，伊就坐阿边，伊就袂掉嘛，伊就掉，伊一定爱对我对我掉。主人李腾正说，两个月前发现这群山猪在猪圈中一直想往外奔跑，好像想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于是带他们出门散步逛街，没想到这群山猪宝宝逛上瘾，一天不出门散步还会发出叫声抗议。我对你拿到了，我对你拿你家叫完对，真的很聪明，这群山猪还会听主人的指令动作，相当听话。不止主人把他们当宝，有些路人还想把他们买下来。当然，主人是舍不得割爱啦。中天新闻张春华、王月芳，屏东报道。